什么样的伙计需要看这么多书啊？老爹让我看的，他说这书上有天下的道理。你都能看懂？南宫姑娘，嗯，我可以帮你。你改主意了？但我有一个条件。 周师的，你口是心非呀你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谁会跟钱过不去呀？哼！当初我们三个人初来乍到，就是在这里干掉了三不管的大当家，你帮你自己选了个下葬的好地方啊！易善仙，那50万两，咱俩分好不好？ 我一个人杀不了青衣刀，我们两个也杀不了啊！你别忘了，他在明，我们在暗，何况我病阎罗最擅长就是用毒。那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？我在千绝剑的身上发现一个画轴，那张脸，咱们都认识。 去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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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
这个死丫头啊，昨天接客的时候自杀了，我还以为赔本了呢。哎呀呀，谢谢了。求神也没用，快点！你看，真挺疯的。 你们打我呀，你有胆吗？急了你！我跟你说，在这个乱世，他的命，你的命。
我的命都不值钱，最重要的是活一天就逍遥一天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免得呀死了再后悔。好啊，既然钱你都给了，那就送你一晚上吧，这里的姑娘你随便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快呀，还睡个厨房，谁会跟一条狗睡啊？你怎么会有这块石头？别人给我的。南宫家的人在哪儿？我什么南宫人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南宫家的人值得你送命吗？你跑得快的话，能保住一命。快跟我走！哎，书屋太显眼，这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。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我见到你说的妖刀了。你见到秦一刀了？没有，拿刀的像个女人。女人？那一定是，是秦一刀的徒弟。他的脸看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女人。妖刀嗜血，杀的人越多，妖性越重。难道，妖刀已经能让刀客妖化了？天一亮，你马上走，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？不，我为什么要走啊？我就是来找秦一刀的。你这是去送死？妖道只要在这世上多存在一天，我南宫家的罪就会多一分。就算是去送死，我也得试试。仇可以不报，命只有一条，活着不好吗？你的书白看了。为了一袋米，我爹娘把我卖给了别人当苦工，我逃了一次又一次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抛弃了自己的名字，
就像爹娘抛弃我一样。是老爹和小姐救了我，让我有吃有住。别人都说我是一条狗，但我至少还活着。你去送死，我拦不住你。万一你后悔了，跑快点儿。